就给你存一存，下一次开起来，哎，老师，我的程式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我一看啊，完了，重写吧，因为没办法，一存它就会把你的句子给删掉，除非说你副档名一定要什么呢 ？XLSM 的才可以哦，储存起来。那但是储存之后，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，Ctrl 向下一下，这个是 XL， 那特别注意哦，重开一下哦。重开之后，我刚刚存这个对不对哈？重开之后呢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我印象中，如果是这种格式的话 ，Ctrl 向下就变多少？ 1048576。所以你判断是就不能是6536，而是1048576。啊，也就是100多万笔啦。那其实哈，早期2007以前的版本6536实在是太少笔，6万多笔有的时候资料库哈。不符合要求，因为6万多笔很快就满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2007的格式啊，拿来当资料库，有时候还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100多万笔啊，你放100多万笔的资料哈，哎，还暂时勉强可以啊。所以呢，哈，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小型的资料库，你也可以暂时用 Excel 2007来做。OK， 这里的话顺便把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刚刚同学犯的错误哈。那还有就是说呢，哈，我刚刚也已经把那个。这个影片档哦，也把它通通传上去了。今天呢，一直接到刚刚31的部分，就是刚刚的之前的影片呢，我也把它转档放上去了。所以回去的话，哈，趁这假日，如果你对于实在是想要利用 VBA 提升各位的工作效率的话，可以把这细节稍微听一下。那针对自己不熟的部分呢，反复听一下。那有问题的话，哈，也欢迎各位下个礼拜也可以把它提出来了。因为这部分的话呢，当然这是我觉得这种 VBA 的教法会比较适合各位，但是呢，不见得说我总是有些地方哦，可能有遗漏的，那也欢迎各位提出来啊。因为呢，哈，各位可以发现呢，这个外面的房间书籍实在太乱了，每个作者都有每个作者觉得 VBA 应该是要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啊，那变成说很混乱。那我是整理出我自己的一套。哦，把它放过来。那这一套方式到目前run了好几年的，哦，感觉好像还可以啦。那如果说各位对 VBA 有什么部分啊，觉得想要多了解的话，也可以再提出来哈，哦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着把这一题哈，哦，把它完成哈，哦，完成。OK， 那。